看小聪哥的绯闻，传得沸沸扬扬，有没有一定觉得很烦呐？先喝。你的酒品是好的，其实我是好的。酒品根本超差的。只能找一个搭档一起，黄豪平跟贺龙，你会选谁？好太多了。Lisa。 你有没有听过七星级的那种日本火车列车睡在上面？哇，风景列车。听说那个啊，就算有很多钱也不一定买得到。对，想不想搭？我想啊。你直接花一笔钱体验一下好不好？那我们在这边干嘛？因为我们没有这笔钱，没有这笔钱，但没关系。我们今天可以体验一个非常类似的，是，这是台湾第一座造型化的一个酒吧，而且听说它是个快闪店。脚干线，对，卡库宾好，鸟井。 性质了，是，他为了把这个威士忌引进日本呢，改造成东方人口味的，对，他花了很久的这个精神呢，从一开始的起点，然后打造出无人能及的经典，哇，好感动哦。当初的这一瓶第一瓶威士忌就是脚品，今天来到这个列车酒吧，该不会我们也喝得到吧？我们喝得到，哎，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哦，赶快进去吧，赶快进去吧，走。欢迎搭乘三得利脚干线，欢迎各位。 欢迎搭乘三得利脚干线，欢迎各位。好，还有列车长是吗？台湾人对台湾人，对，恭喜吗？我没有感觉到，有点不一样。其实上面呢有一台非常经典的黑胶唱片。哇，我从来没有听过黑胶哎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以为黑胶只是大家买来让自己感觉很高级用。哦，你说装饰品？对对对，没有，要真的听了。我们脚瓶呢，到现在快要100周年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经典的东西把它带入了这边。应该怎么办？ 音乐怎么样？音乐非常的美妙。我听到一堆蜜蜂的叫声。究竟主持人是听了什么，就留给观众自己来体验喽。接下来的座位区更是让伯恩和林莎欣喜若狂。桌上数了有象征日本文化的经典卡库宾海报，还有三种调酒等着大家品尝。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好漂亮哦！看到酒，我很兴奋。当然啊，是真的蛮兴奋的。山崎100周。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呢，是特别把东方跟西方文化跟食材混合在一起，特别做了一个1937特调。哎，好特别哦，感觉听了就充满职人精神的感觉。真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先喝一下？可以啊。那我选择杯了，恋爱感。对，我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。耶。好香，哦，真的很香，很木头。 很木头，很木头。对，我的这一杯是它有那种葡萄酒的味道，而且酒的感觉是慢慢慢慢，最后才出来，会不小心喝太多的那一种。欢迎搭乘脚干线，卡库宾号，我是您今天的列车长。哎，开始动了，哎，很逼真哎，是不是真的？这很像那个 VR 头套。对，而且我觉得除了它还可以，就是手机随时可以拿起来开。哎，那手机有在身上吗？没有，没有。 这样怎么讲？你给我，我们公司的同事都会这样子倒着拿手机，好厉害哦！是吗？有吗？其实真的拍得很差，但是。现在是粉啦！哇哦，可以，哇，帅！ 真的很美耶，因为它的萤幕很大，就真的有一种真的在坐列车的感觉。喝着小酒还有美景，可以欣赏根本一秒置身日本超级享受。不过都聊到酒精了，怎么可能放过伯恩和林莎呢？只要讲到酒，我经纪人可能就会出来了。啊，他知道。对对对，他知道有事情要发生。哎，你的酒品是好的，其实我是好的，因为我是喝醉之后就会一直逼别人喝酒。 这样是酒品很好的意思吗？这是很恐怖的意思吗？我一直逼追酒，很多次是把酒杯全部撞破，因为会就醉了嘛，然后喝你不喝我就直接啪就全部醉倒。酒品根本超差的，你就整个人把我趴在这种哎，我真的趴这种。现在问我老婆的话，她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。她说我喝醉酒之后会变得很爱道歉。哦，有一些人是这样子，就会很感性。就是完全什么都没，就只是喝比较多，然后就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喝太多了，对不起。那落泪了吗？不会啊，喝醉会一直哭。会啊。哦，我是会也是跟水有关，因为我是每次喝醉只要有水哪里有水，我就往哪里跳，就会夸张的是那种路边的池塘，很脏的那种，上面有鸭子的，然后就是直接
哦，我之前我们有一次拍片，我们在拍那个酒醉篮球大赛，我已经喝到断片了，是我们的执行长开车载我回家，直接在口罩里面吐，我就那样吐。你可以想象，心爱隧道对那个可爱动物壁画上面，你声音也是，也就是他。他们后来真的有重新粉刷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好了，好，那脱一脱，有没有觉得感觉要来一点食物搭配？当然，对。看一下手，我们换一个场景。好，三二，这么老套。食物回来了 ，Magic。我觉得啊，刚刚这个调酒其实蛮好喝的，嗯，蛮想知道到底是谁调的，哎，你有时间休息。我还请到日本的两位大师，哦，一位呢是坚口先生，马古吉桑，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，他甚至呢，日本的 Uniqlo 为了他的店还做了一件纪念的 T 恤，哇，啊，下个周末呢，我们从日本特别请到日本是第一位全世界的调酒冠军大竹学先生，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可以买得到单人跟双人套票，然后有一些小食跟餐点也是套票里面才有的，这样是的，是的，那喝酒就是讲真心。酒后吐真言，没错，这就是真心话，然后没有大冒险吗？哎，就只有真心话，附近有水吗？伯恩，你老实说，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可以到美国上上周经验秀，只能找一个搭档一起，黄豪平跟贺龙，你会选谁？这超简单的，当然是黄豪平。黄豪平的英文比贺龙好太多了。你知道我们之前世界巡回，然后带贺龙出去自我介绍，就可以产生多大的误会吗 ？Hello, I'm Hello。那外国人就啊 ，Hello,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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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, Hello。对话进行不下去，那他就叫贺龙，那就改名啊，就叫 Oscar 什么的也好啊。他可以叫龙哥。对，来喽，辣的来喽，林莎，你老实说，哎呦，和小聪哥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，有没有一度觉得很烦呐？有曾经因为这样不想去上通告吗？老实说，是我还真的蛮感谢小聪哥的。我觉得，是因为刚开始是因为一个节目，是，再多说一点。我不要喝了，是因为一个节目，然后那个节目是每一个 CP， 然后我跟小聪哥就一起成为 CP 了，然后对，然后呢？我先喝。对，不是，是我蛮感谢他，是他就是因为很照顾我，然后呢，也因为这样，我们就一路上了很多节目，然后也被更多人发现，所以其实我不会因为这样不上节目，我也都跟公司说，就如果有的话，他们会想说，哎，会不会介意？但我会跟他说，没关系，我 OK 啊，就都可以上这样。都可以上的意思，没有，都可以一起上节目，没有，都可以一起上节目，对。小东哥家有游泳池之类的，水的地方之类的。哎，我没去过，哎，我不知道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我发誓。经历过非常恐怖的游戏之后呢，还是要总结一下啦。今天这个脚干线是卡古宾号，就是要带大家从原点一直走到经典的一个旅程。对，在这边有好喝的酒瓶，有好吃的食物，有好看的影片，有好看的表演。真的，而且呢，在户外啊，其实也有设计一个卡古宾 Tower， 它是个叠叠乐的游戏，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这边 PK， 赢的人呢还有限定版的，它是一个酒瓶造型的龟甲舞的杯，对，会送给大家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参观，那记得呢也要上网先购买，双人套票跟单人套票都会有特别的活动哦。小小一间快闪店竟然藏有那么多好看，不仅好玩又好拍，购买导览套票更有特制炸物组合搭配绞瓶入菜，以及拥有奇本高级生吐司。脚干线卡库宾号快闪店活动直到11月5号，各位赶紧到捷运建潭站来个日本一日游喽。文群乐综合报道。